请听长篇弹词《再生缘》第30回《金殿私本》，由秦继文演唱。皇甫三五金殿上奔，一处少年在想，当务的大约是李明堂个秘密。十命里谁是我？女配高校满丽君，女扮男装。要求皇帝赐我普京重游，隔了奔战场上去，可以说上震惊朝堂。朝堂上文武大人出不得，这还得面面相觑，哪有个种气氛？不得了啊！女人合作宰相，非要说上满朝文武，皇帝当然爱一爱。哦，李明堂的确是女的，格么像你这张面孔哈，啥子标志？实不相瞒，我从前也怀疑过你，曾经调戏过你，还是那样依恋的人家吕夜之妻子之后啊。这辰光，李明堂中上女医后王太尉毛病们，我上身的事业了。我门里面还是女扮男装，那是女了，我们可以那个正宫刚来做凤家。吃咖喱翻了等等我两个没吃喝，书嘛在拐那地方非要总归这样的事，我告诉我娘们，我把他他与训斥一顿。哦，今朝什么我见那女是女啊，这个我也聊得啊，是为个到奔战碰到龙师了，往这个后啊一见让他生气了，往奔战浪向一口门，呼哟，奔战仔细开分明，本是心对彻夜间，传来李相道女是女，他今该嫁妆给北李家丁，当初跳了昆明楼里这个杀人呢，一口门，哎，本长老还是要明白的。哦哟，这个女人素颜色大于勇气啊，肯带资到手跳楼死人。不容易啊，别过皇帝的眼睛贵族的气门再被拼接的人一口啊，这个满日又满了了哈了了，皇帝做你的这个老了啊，还不是个么子。当初金帝圣友我要等我哭死了，我一步挨离一步别停，这么到了我也我用我女人洗的口啊，谁是我的洗，嘿嘿，我总归认得呢。而且我听自己的句话嘛，上桌里的当我下一道圣旨是马丽君死的口里，是云南当地国有那昆明路边浪向接着真正大方一路了春秋两极啊，一表忠贞，上桌里这个头名当啊，人家分析啥啥个办法，是对当我王谁都没拉的，还要你一排，这个一步一步来。但是想到马丽君人品是好，我也欢喜个。曾经我调戏过你，想不到你反而实在的带出来。回去了我要去告诉我娘，我吃上一顿饱头。有啊，我也被母为。这辈我怎能再归，谁家他白白呀呀做大神，傻里嘛摇摇爸爸过去中越的后路，我是人为一修
儿要真在明。皇帝越想越恨，今家门杀客气，公是公的，不定来生来看。阴阳比得不发来用，谁敢一只标志面孔，还是得马马虎虎把那王夫帅我弄得起啊？在里面哈，能发兵员，杀他那的叮咚把高发大事，他是哪不里想出来？私心之中啊，崇德大于决定。那么王夫帅我用人心计，本长老我也是要忠孝节义了，要求将功赎罪了。加上皇帝三顾不顾及，谁不怪？当然面孔一白，只喊一声李明大。凭借的那个满丽君，老早听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爽爽。现在今朝么难怪来着，万万想不到王夫帅我为上本章，而且我说两句了，放在那蛇王里。我要进入清安了，恩赐家的阴天下，我毫无准备。李沙上队里要让军队上下插出我的西洋军，使得有活动。那么你的消息能够灵通呢？谁晓得个真？不是要说的，但是我牙告诉你，你是贵族气们飞牙茫茫，一年是牙牙，我不说你知道，说的叮嘱呢，别讲别讲，你哪是个冷清的，我总认得呢。瞧上满日牛觉得嘞，已经手脚冰冰一人，说是个来了六十多年呀，对我茫茫，心里最近的我是分析给，但是四五大娘个在了爬不起各个枝叶，我也是盯着你非要讲非要讲，老李是真没用，今朝的看上去叫过了起来大家是，副科长来了，你还来让喝瓜四五大娘，四五大娘本来是打那比那个。才是把那个十六窝的偷渡五百两银子上的龙出山，这个来的人还了不得了，真正叫兄弟一张马，马里银还有五家的人都女了女了，隔壁长的一直就人都说不清的人，那因为马里军心里嘛杀绝，但是态度啊神就很正人啊，一点点发露慌张颜色，谁叫他自改，一路拼接的狼打出来，皇帝的狼嘿根本应当出来了，都不定的，二不随败，心里的念头呢，呵呵，好像风吹着干，那老走啊。分身于平野间。的心真是冬穿此方没虚实那万夫少啊太恨恩恩恩心姑息马丽君对万夫少我非得不好过非得真高这个恶过想到哪个种做法了分手当我都有而是让我死真正的好意啊就竟不是个说烂就呀真李明的计较中华在世啊！皇帝对你看看，看你啥无意思，太多事啊！耶，哪首歌？还是吃乌猪肉的？英国国，英国国啊！先来得这金针扎里搭搭，一口鸡腿飞，身腐肉不济。哎呦，石铁子，我先老了，神功分明，你到底是男是女啊？海水，相臣过去追过，为你三代，海水，你看我是男是女？我只能不清爽，我理由在哪里呀、啊？但不理。
这句话我等得了两个没喝，哼，竟与忠孝王王父少王上奔，自称你是女扮男装的蒙里军，外在枪毙不认啊啊！哈哈哈！那当外孙听了王父少王一面之词，其心意为正了，死的巨人出口惧，欲后真惧。皇帝想我们不尊人到那斗饭，你去开吧。随诺笨章金狮子搂一搂他们，诺那笨章劈剁来，令之皇帝还有口来哈。李俊身体一握起，诺笨章才起来。你想我是要看呀，根本还没让个啥滴答滴来叫得哪行了。李诺笨章才起来，诺到手里解开来。对笨章王一口比我听着讲几点呢，一个也不可能吧。哦，能够夸你，哎呀，是不是满力军是一定聪明人，叫一目十行。现在李军我是我小的笨章统统看清爽，自家的毕业已经是一步不离接触。李大说你知道一零年年从这苏银是代高扭扭笨笨塞了浪，奶奶心里想今在这个奶怪奶不着，但是总要想办法动过奶怪，不及缩水代币啊。他这个到笨章我看得快，皇帝了，但是他吴大人中年为我分科清上分科下来奶奶就来，我就利用各地的辰光想办法，你都做得夸夸。带着心经开灯章啊，奔章啊开吧，奔经能慌花啊，活的几块楼，白楼几块在后屋呀。日出红颜难为命，我乃为命我要害爹娘。娘养我恩奶爸，奶爸举啦学头上，背着背蒙氏李军不薄命，一直爱牺牲能几乎杀死上。这口叫做啊给白牛肉奶，为之为有些病亲民不哭哦哦烦，吃着吃病中的老娘昏厥去，伤之伤不能不是内人们伤，只有爹娘心里真相信，恨这人王父杀王三本能张，谁这谁立刻岂能难避女，怕这怕生意王法随内当，这节紧张下雨行生计，
吊着吊上庭两心嫩嫩嫩的忠孝啊。王夫说我没今朝这个上分站分明要弄死啊。现在搞了上面郎不发怒事，王子为发四命同罪，阴阳地的欺君大人们一定要杀。哥们说说王夫说我到底不是当个冤枉高，为啥要我个字拉手呢？再进一步一想，哦，明白着。读着读，一黑牛哦，第六一月，八着八牛牛哦，一死他都疯疯，哇，对个子。一定是继任之女刘一女想出来的阴谋，穿到王府说我上本站暗杀之奴，立棍之下夺地他行塞。哦哟，手段实在多拉高。哪里就想到刘一女阴谋暗算，穿到王府说我要暗杀我们，心里个火啊，直窜个窜起来。不可站内我无畏者呀，刘一女猛啊分主啊，根本分晓得该桩事体欲望逆战。我觉得假使真正刘一女晓得这该桩事体啊，王府说我的非日做事不为这样子。因为刘一女了虽然出生是继任之女，但是凄凉杀人头绝不会有亵渎之心，相反都要相方出主意，要女人好自己。所以说马丽君替刘一女分隔些头，不晓得一个性格，所以发生误会。等到将来结果了，误会又要消除掉。眼睛问题，李君想，怎么试试看呢？你都因为规矩嘛，啊还得上路呢？叫你无情来，我无义呀。所以李君顿生一计呀。对阵手里个道混战，皇帝让带你看呀？咦，你啥个好笑？但是这弄不动啊，估计我要笑了。真要想闷闷，这可见个笑声刚刚停啊，加上面孔哗啦一白，眉毛一时么眼睛一白。对这个到奔战，两家伙就都一致，走，奔战啊奔战，荒唐啊荒唐！一里的捕风捉影，黑日人类，上起根下夺势，不计天地君亲事为何物？这根奔战是若气运之力，要他无用，我是把他毁灭了。是无趣的，只能树立一道奔章，吃得纷纷碎呀，忙地上一对，哈地须，皇帝吓得一跳呀，这是皇帝气节从来分半个些，该自己提高，甚至好了让皇帝经典朗向，当然我奔章很特的，啊？真是为虎让加塞，叫虎发虎欺了。谁能够到笨战，即使无力出目，根本还要来罪名的皇帝，刚清上大理，永发上的始作之战，我笨战狠狠特过。这明的俺龙我妻子，这是说不定要死上来，要刮到我两地往里逛逛来啊！哦哟。第二期管理内到底是男还是女，只要那个种态度啊，只要杀头叫杀头态度。这种光两方比拼接的那个文武官员后得在内心人法庭严重在发表了，像李明堂大夜里登刊发当成个呆叉特个哦，不然皇帝今天了还恨他笨战个，哎实在里平常的叫红德法子，年纪是个轻，标准实作，标得十月目光。那今朝么看上去做实在，
一个满是肉是结结实实的。哎呀，像囡啊，那个呆门个头啊，这句话起就叫皇帝开恩了，反而发脾气。我本仗着恨他，阿妹真正我是那位啊！哎呀，妹妹哪弄法的？还有王夫山，我告你弄不懂。咦，想想李俊，为啥要这个大发脾气呢？说是弄个本仗着恨他，搿条本仗我费尽心机下了啷个？昨日夜里夜天崩困啊，这种我脾气是的，只要。难道是来当五百夫妻之人啊？看来不想替我投药啊，究竟耍个老的呢？得罪的吃力不正呀！别给我那恨他笨账，罪名不小。皇帝要放任我来嘛，那还弄法？那你都没过年了啦，做过年的年头，我只一张士兵啊，个人光皇帝面孔一百刀。大对黎明堂，无法无天，莫无法纪。藐视上天，君帝私奔，为当了得。十弟将军何无才？十弟将军姓莫，字黎明，叫小西，叫李小西。大上来，臣李小西在哟，将不发黎明堂，今日本来做蒙里军，屈其孤胆。当朝五少门与之言行，臣林纳之。李孝熙一上令旨，干嘛还要自家动手？用不着。这是海上加日门，哇！反水于此，将不发百户黎明党，今日带来抓蒙里军，去其不得。当朝五少门与之言行，令旨啊！冲上来二十四名将士，这个你是个将士啊，才会十弟将军通达，专门军地上捉人。因为叛军是叛后，谢谢一个子孤有出来之皇帝从军地上向帮我去很多很多啊，一个子当上杀，一个子打下天牢，纷纷不一。现在你是高头手里才是我个皮皮，我在磨人。虽然当了愤怒，因为上金帝不争大道，非得于欺君大人。其实呢，就是皇帝托人家暗刺嘛，才是了，还是不？恭喜皇上冲上来嘛，没啥客气，要动手这样。有个要拿黎明堂头上的香标偷下来，有个嘛要拿黎明堂要里个肉打把我来，我有个嘛要拿黎明堂绑起来，纷纷不一。过去满里军不慌不忙，自家两条水行行扭扭翻转起。为啥呢？因为有个本多俺水俺叫二转起，弄得脑痛麻烦，不是呀？还是设想的吧？想想谁在刚放出去杀，打孤孤零零，上得些低质。虽然皇帝子里面老是女扮男装满里军，但是我总归坚决不认人，所以我本仗很大。心里是有啥破的？这股智力上不要害的。冤枉！不是冤枉不要害。郭阳文章，两部被评级的那文武八股双人勾线。光是李明堂们那是不好呀，从来也不得真的是笨账了呀。非要把皇帝要挪那杀头，那明明自个在那做戏嘛。你哪会有力量来倒霉你？满日又是奔着带小朋友，现在看到囡要放出去杀的，就得你人中发飙，恶心人发癫。像囡一死，来搞小丁做急杀，一搞人搞中国万万大吉。为王夫山，我一看，哎呀，奶奶阿拉早，阿拉我今朝上本帐，这个是不是爱里比海里走啊？这个叫我哪对都是李军。是不是一日接来像你上的那莫名这个无人无人在那弄法，说是是被日夸就说凭借的那一位大人气得来把诸神根根敲，哦哟，凭借的那别人敢对我来黑上倒下
雷月神哇，这上大厦里人害了让真是为真真杀当反正包括一个冷少爷叫过去不可以搞真正是在这边的人如果有个目光不要运动时也总之一口没分日本人原来是当朝虽想武英帝大又是两极两日民这么两来了为啥要在干劫害你挂是哪挂因为李明当时的一个女婿啊平常也叫几乎呼吸的了这个女婿来了要当你女子的了呀要靠你身上所有重地带实在太办法假方才听王夫山我上分站的心里经啥气人李我来往地位要暗枪入女婿说是呢国家努力推出去杀各哈来了实在忍无可忍想想你都是对了当个文巧啊而是李明当女扮女装还真有个女婿的而是当当西洋国来生的男女为吩咐着当个花了我个女人替你结婚以来的下夫妻来这个恩爱哦你真正的女我女人为不想嫁我也可以嫁哈啊他们日期居身我女人已经为人在身我怎么要白马三花子呀你都识得了你是女们我总归认真到王夫笑问他要办啥别杀了嘿我女婿李明当一岁努力提拔起来是你个恩师的嘞，哦，你当恩师当嘎子部，是对放屁没拉的。再弄下去，这破皇帝弟要当嘎子部花，啊，昏都昏到了，今次非要关我女婿，要我奔战亨特，实在是这样枪了里头。虽是私奔于人，但是文章要难不可。你都无缘无故去侮辱你。你哪在发脾气啊？到底你地位轻啊？而且少你这想，你至于怪啊？所以老老想，至于我出场在，非这女婿，非要是推出去杀头，你是帮一帮，还出没对个？今朝老老王浪一上，都被架子，跟着要我李明当帮罪，一下子才不归东西。说是两老老到底老一辈啊？西王手里的老人子啊，当今皇上家里还要满三分的了，当朝首相，厉害到个上面一定有道理了，所以大家不动手。马立军本着预备不离都帮个这样，或是听见姥姥打出来还得小雷人，该在假日才不动手，来得正好。再喊一声，玉啊！皇帝一哭出色不要理杀出人要紧嘎毛队里两拉拉出来七八队在从来俺们不在金地上还得小女人我阻止皇帝去接还分半个心因为我皇帝我是要杀杀人国家叫军家人士不得不死不死不忠还得小女人就是逆子替君要害得得效率是最军队里向军营里比方大元帅胜仗中将是一每中有一位不发将出外将领要杀贼那么大元帅吩咐来将不发将妹妹推出人们在手不必中将连忙讨论就大元帅开人欧德女宝欧德女宝刀下的人啊因为恐怕各个不发将推出去马上要开得来不及救所以害得效率人不是有规矩的那有的真地朗向铺铁黄开心机落从来暗不多少人完了完了嘿忘记得要叫门子老相国立刻击退莫老臣奉罪不及哈这也是暗愧也是无罪不知将你身为罪过尽该在军帖之上告后刀下旅人为不计罪阿牙百岁
恐惧刚到虽快，不在无为之人。李明堂身为红锐，反遂要将他推出欧门。再有是，阿姨，皇帝想姥姥在过龙旁了，哈子不闻不见，我闻得了。李明堂一样地道，欲登内庄，受气卷，气卷大锐，还在军里私奔。此时我不发迹，立党推出欧门，依法再续。阿呀万岁！不能听信一面之词，李明堂乃是堂堂乃至呵呵丈夫，老臣愿报。好的，皇帝想姥姥今早一身硬仗的，老臣愿报。你报你哪个？老相官，你来报李明堂是乃至啊，御后怎能拒？是他凭了一句空言，我来报，来报你是哪？你有啥个证据？哎呀，万岁！像李明堂那是老臣的女婿，离开他实乃是儿女。这个，哎呀呀呀，哪有个？哎呀哎呀，李明堂是那个女婿，我对过。那么做大女婿嘛，当然是男了，还有个女婿，从来分听进去不？那么拿王夫说我本长老晓得清清爽爽，这里是满离军营，但有人有无都让你这样。一方面两老了老乡，我们个闲话有根有派，我这是还来嘞，是吧？理直气壮，我有证明了，没有能够证明嘛，百岁。老臣素将李明堂是乃至海与谁必证明，否则下魔场。哦，我证明与谁必得了，恶劣的作给真阳谁必追上来，再睡雄恶之。了了了，非常你说过对女婿茫茫一人又非要哈，与我们老男人那里门第都是合作音破解啥。马立军对你口口相相，真正对你不是啊，到这个地步小小妹啊，我要帮我个忙，还有我们实在够绝之之的叫他不吃再睡啊。那么证明来说，怒气吃美兵，正说的你八百岁称神儿虚命令他真乃自恩，当初的炮局杀贼结婚姻，当初我男抛弃赵卿，当众之礼了赵卿了。当初神女抛弃赵卿，才就打中了李明堂，他们都有花烛，自从神卿一而来，夫妻两下都啊好啊睦。将军徐恩兵临恩爱生，
分数杀入真的是女人，而他们岂能努力过关、也能生了女婿，好哦，不是你自己耶，要是李明当是女，我留哪行得了啊？王弟想的确行得了。老想不注意，也只有你，但不是第二的是什么？哎，所以呀、上一的月季在用红，非女人之大家晓得，女为月季在用，是为知己在使。这两句来过，大为女人啊，总欢喜装饰，非得要投资嘛分和米嘛，我要点身高，古代女子我要穿衣多了娘家。为什么？因为装扮好子不让丈夫看见，所以叫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了，就是指丈夫。打扮好子让丈夫看看，哦，自个高级不买点子，分为当二十去，寻花问绿，规规矩矩做正经人。而且夫妻之间爱人也可以增高者。一个古代女人还是阿拍。穿衣多了，受足几场痛苦。那一位两来了，是因为证明了，在为女子在，都是猪啊怪，三瓜在两耳根，从这些女人啊，个个到耳外就到去了。移动的人讲到支路外、金路外、台北的人讲银路外、再穷的么铜路外，再苦人讲哪怕我跟绍兴，还要塞了耳朵眼里，不肯不理，怎么脱个？而且耳朵啊，只要一出眼眼，叫杀个个眼眼，永远不会长不脱。即使长不脱呢，这个影子总归要看得出。说说李明达。如果是女扮男装，他的二根人怪异难扎根，哎，却是是非容易命令，举我王大敌。你分明自己儿，哎，是啊，王弟兄两来了，讲得对的。当地年纪大在，说出闲话来才啥啥啥啥，你耳朵眼么叫顶顶戴眼子，不耳朵眼是男人，有耳朵眼是女的。老相国苏州人士成功真罪就差奴婢在明儿下去离开黎明堂，两日空余怪异夫妻成功小心了，奴婢领旨。就差是往地身边心腹了，他给心里最牛的各种事情啊，真正叫心鲜好。阻止他该去给做你都得如月的还是第一次，现在答应第三林子马上打我来，但李明堂不必，李明堂万岁又知您大家年开你的两儿有没有管用儿，给你分心男女啊，赶快把脑袋追着在大家年开吧啊。是个人光李俊心里阿急，就说一点点不急。那么叔叔里的光是女娃，哪位不急了你？哎，就说你耳朵啊不那个，哦，所以不定，哎，
搿么你都要你看，来得真好。搿么你都难为你不爱你，那听的你都爱是有个了，穿个你都爱唔不高，吃你都爱不比那你都爱，就我就是怪一二怪爱了，因为从小你分出，难为得不出你。李俊虽然人光颇痛，非要穿你都。花儿里都娘们实在呼吸不够，不说得难。所以这个拖了个，那么预备机子打里抽呢？预备要囡出嘎起来上去呼叫来了打里抽。你上来过我叫临时上家抽你多，那谁个浪想彻底？那么满里中的呼叫分熟悉，这个来了你都带一袋分抽。临时来满里中女带女装打出来的，当然你都爱始终不会抽。所以百之六年头头的加别人的来，那么今朝你经过你也好走，所以要见我对这一只公公请客吧。就唱一口没有，哪边一只是李俊调出声来，也是对着看一只公公请客，也没有，真是一个男子汉了。就唱等到你哭明白，马上回上来七走万岁。这边奴婢奉事，眼看李明当亮儿，却是没官样儿，真是男子汉啊。哦，乃日皇帝微微相信李明当的确是奴，退下而是就唱了退过一笔。皇帝再门两句老相国书记无差，为第三的什么一起追上来，乃日老老难得当当脚，对皇帝口口因为是我个女婿而为是女的，老子是我上来这句话凶的了，国家大事可得四年而为的男女分不成，说国长老老的眼眼的话比反水说是这第三的 no。臣虽是出身能人，本是上家子，他住的好乃是贫穷，他不见能闲虚了八年，哎，李若水水是是他命得出一次真能共同知情的人能人家的一子生，该叫转来背大水，哎，真是奉公谁发的好良命令，岂肯女手把国法亲四季三最深吧，我女婿是有根女派清清白白人家出身，我不是好马吐西来中去吐得来个，是啊，那么皇帝就怪责了了老相国数岁三弟居居是真神功明白了，老相国跪拜起买老相告别当个，哦，这龙清上子的说啥今朝的不如接王夫帅我三个举目个头来无缘无故扶着我女婿呀、而且我女婿是你个恩师呀、你经过对长辈实然不恭敬，长辈小辈也不分，依然是皇亲国戚之事，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我也当了的今朝你杀客气要废地步，我也要推出去杀杀口反水呀，
忠孝王杀得不分嫩，红月绿色他是真悲奴婢说是真不封红说阴皇大劫被花醉气一卷人这水不清你这个是花醉气卷啊这个人民结婚啊举凡水立刻将他来真能发啊啊生意王法啊莫用心各句言我卖凶了还啊生意王法莫用心你因为只要以为你是国君你王帝是好帮你国法无事无法答应的老相国是铁真真的一女当日醉太多抓你浪浪远一个大军人妻子妻的顶皇帝对拉拉苦苦还不行让我管哄得来老相国跪拜神功自有道理林儿子拉拉外的拼接的人一律听了皇帝自有道理可能啥个道理当然皇帝只能落然呀一口你使命驾驶我离了浪只有手指驾驶门推下你是高的一声林子啊心里想一刷不刷坏坏某人呼啦呼啦呼啦呼气着李明堂还李明堂李军一口人民现在分开在但是中共要做往地上打尖的还有说是嘿嘿这样李清正在如此说来你是乃子害了朕本着当当乃子呵呵杀父啊王帝想是我太鲁莽放在龙头别个我是王帝啊总不人人错过总要有个罗然是么好一想到就在你军体四分口鸡嘴莫要像李明当神人一上出他一个鸟乃能够摘一眼解谜之嘛为咱们出来嘛下次不可嘛跪拜松口发落那么大家是去过去的咯不过这马立军几乎理解的嘞你要像摘解谜之啊龙得没咖喱啊不发光你个长子西服带出花了过去哪怪去过他为婆的啥咖喱多点七岁万岁曾失去奔战西北夫人而起与功好往地下我有功了跟着哭上去我要见爽了啊历史母功居然来成功伤亡分明与功则伤与人则亡七岁万岁因为这荒诞奔战那是忠孝王万福孝王黑人类贫困家人欺骗为水欧洲为人官方一切花木写人臣云空陛下心意为正某种阶级都此将他当地私会斗地罗牛忠心报国气息与公哦哦原来该到分账是在放屁之间你让破我都不可只要上当这个呢说心相方狠狠他你等我追求他哦个人的忠心给哭上去好好叫这样让你来供了这地怎么给你想来那个米粒跟他得命之的这地未飞了后啊儿子啊真正的来这样上位子我要变网球戏子
谁知说来你儿一点忠心将功这人跪拜谁为谁忙拼接的人一列呀哪个事体过去啊皇帝个后啊出去要寻找王夫帅我那要非非不这样你们要陪王夫帅我花醉气更自在